看你啊，都饿昏了。吃饱了，
才能有力气走出这老林子啊。你别这么瞪着我，我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呢。刚才要不是我来得快，那条狼早把你撕成碎片了。吃完该走了吧，这老林可不是久留之地啊，他会把我们吞掉的。你想把我当俘虏押走吗？把你当俘虏？你是什么人？哼，你明明知道我是中国女民兵。这很好嘛，我是人民解放军，咱们是自己人。你是看不惯我这身衣服吧？我也不喜欢它，可是我要执行侦察任务，不穿它行吗？要杀就杀，要砍就砍，少啰嗦。我要想伤害你，我把你一梭子给打发掉了。咱们是自己人。自己人？你是哪个连队的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你瞧，部队上那么多人，你能都认识吗？那你证件呢？让我看看。你这个姑娘可真有意思，化妆出来搞侦查，怎么能带证件呢？那叫我怎么相信你呢？是啊，这里只有你和我，没有第三个人，连个证人都找不到。那也容易。把刀枪还给我。好，给你。拿着。咱们走吧。把手举起来。你把手举起来，转过身去，把枪放下。举起来！你打死我吧！我可不愿意伤害自己人。姑娘，你真不愧是民兵，这枪法打得还挺准。我佩服你的斗争勇气。不过，把自己人当敌人来打，那是会犯错误的。自己人，那你为什么下我的枪？那是你的行为逼着我这样做。为了证明我的诚心，我可以再次把枪还给你。不过，枪在我手里的时候，可没有伤害过你。你拿到枪，可别昧着良心打我的黑枪啊！我们走吧。你前面走。好，我在前边走。我看你这姑娘还真倔。你一个人能走出这老林子吗？哼，我宁可死在这儿，也不能和敌人同伴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是越南兵，你不信也成。不过一路上可别再动刀动枪了。
可以，不过你一路上也要规矩点。好，空口无凭，发个誓。为什么要发誓呢？我不信那一套。哎，我可信这个。好，我就对大树发个誓吧。我不是个越南兵，我一路上要对他规规矩矩。如果我说谎的话， 让火烧雷劈了我，怎么样？让火烧雷劈可不好受啊！啊！好，我也发个誓。你不是越南兵，又能守规矩，我一定不会开枪打你。如果打了你，也让火烧雷劈我。 他们两个人一起走路，既不寂寞也不害怕，还有信心。你说是不是？那倒是。如果你说的和做的一样就好了。你还是不相信。不过两个人搭伴总比一个人安全呐。大森林太可怕了，看样子今天走不出去了。我们只有在这老林里过夜了。 猴子从我头上荡了过去，吓着我了。这里有火，你不用害怕。这原始老林里啊，还从来没人在这生过火，所以动物一见火光，吓得惊慌逃命了。你困了吧？不。饿了吗？哼，我看你是饿了。走了一路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 我不告诉你。嗯，患难之中的同伴，连个名字都不肯告诉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吗？我叫高寒，你呢？啊？我叫玉香。嗯，香的玉兰花，很好听的名字。少啰嗦。 好，说就算了。你要是累的话，就在这火边躺一会儿啊。躺一会儿吧。嗯。我不。不睡怎么成呢？明天还要找路出老林呢。不好好休息， 会把身体搞垮的。你就睡在床上，上面比较安全，不用怕野兽，也不用怕我。 太谢谢你了，你不准过来。要是趁我睡着了，你摸上来，我就开枪。你睡着了还会开枪？那我就不睡了。好，算了算了。
刚才你睡得挺好，怎么突然大叫起来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梦见一条大蛇，它咬我。这有火，蛇不敢来。离天亮还早着呢，你再睡会儿吧。啊啊，不睡了。那么你来守着火，我睡一会儿。嗯，我可让你睡了个好觉，你别趁我睡着了来打我的黑枪啊。自己人当敌人来打，那是会犯错误的。
命啊！同志，同志，哎哎，你先别动，等我生上火，给你暖和暖和啊。现在感到好些吧？太谢谢你了。这个季节，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老林里走，最要紧的是提防这儿的蟒蛇。这儿的蟒蛇真多，又大又厉害。哎，那条蛇呀，太可怕了。我这个人呢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蟒蛇。你是属老鼠的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玉香。啊，多么美丽的名字呀！哎，你怎么一个人跑进老林里来了？哎，我带两个女民兵上前线送信，回来的路上遭到越南特工队的伏击，他们两个都牺牲了，我跑进老林迷了路。这些越南特工队啊，神出鬼没的，我们好多零星外出人员也遭到他们的伏击呢。你不是边防连的吧？我没见过你啊。我是团部的，有事才到前面来，你怎么能认识我呢？哎，你
你怎么也走进老林里来了？我们追捕一个越南特工人员，走进老林，迷了路。啊，昨天我就在这遇见一个越南兵呢。在哪儿？在那边。我昨天晕倒在林子里，是他救了我。我们还在一块走了半天路呢。今天早上天不亮，我跑脱了。 怎么？你们一起过的夜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可了解，越南兵是不会轻易放过一个漂亮姑娘的。看你想到哪儿去了？他可规矩呢。我可没见过在女人面前守规矩的越南兵。他说，他也是解放军。有什么证据？没有。别信他。我也怀疑。 所以我才从他那儿跑了。要是我也跟着他往那个方向走，还救不了你呢。哦，多亏了你救了我，叫我怎么感谢你呢？别这么说，自己的同志嘛。玉香，你是同志家人吗？哎，自己同志何必这样客气？哎，去，不许动！ 现在是我的俘虏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越南人民军特工队。你要把我怎么样？我叫你跟我走。我要是不走呢？哼哼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走不走？ 你就不是好东西，早就提防你一手。啊，好一个机智勇敢的姑娘啊！我早就听说过，漂亮和尚的女民兵厉害啊！啊，今天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！啊，哎，雨香，接着。雨香，有你在啊，我就不怕蛇了。 少来这一套，把手举起来！哎，雨香，你要知道，越南女特工精装装扮成咱们歹徒女民兵的样子，窜到咱们境内进行骚扰。少啰嗦，再动我就开枪了。好，我不动。不过现在一切都明白了，咱们是自己人。你的枪呢？啊，掉到山涧里去了。哼，谁信你那套？ 把手举起来，跟我走。雨香，你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认识你。胡说！哎，你是小凉河那儿的吧？你还记得有一天在小凉河对面的瀑布下洗澡？ 姑娘里的领头人吧，我还看你领着民兵出操，哎，你都走在最前面。你说对了，我是女民兵班长吗？我要是不认识你啊，可真叫你把我吓着了。哎，你是哪的人？叫什么名字？我是猛龙寨的，我叫白饼。啊，你也是傣族人？ 吃了蒲烧，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哒，咚哒哒咚哒。
哒哒咚，哒哒哒。玉香，玉香，啊，这是一片石头山，我们走出老林了吧？不，这是老林当中的一片石头山。你看，这四周不还都是原始森林吗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老林呢？玉香，怎么，脚崴了？来，我来背你。不，玉香，不行，你来，人家看见会笑话的。你真傻，这老林当中，只有你和我，还会有谁？来，你别这样，这儿没人。来，我来背你。不行。玉香，你可真漂亮。玉香，我可真心想照顾你的。没见过你这样的解放军，难怪你还偷偷看我们姑娘家洗澡。是啊，我是解放军，可别忘了，我也是傣家小伙子呀。我们小伙子见了姑娘不表示一点心意，你又该说我们是缅寺里的木鱼，木头木脑的。我们小梁河的傣家小伙子，哼，可不像你这样鲁莽地对待我们姑娘家。那好，我向你认个错。嗯，怎么，你想家了？太好听了，比我们那的小伙子吹得还好呢。别夸了，只要你不再生我的气就行了。你按我们傣家的规矩办事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只要你爱听，走出老林之后，我天天晚上到你竹楼底下吹。确实吹得不错。缠着我干什么？这老林实在太小了，走来走去又碰到一起了，我也很为你担心，怕老林里的野兽咬了你。你给我走开！别那么凶，有话好好说嘛。
你再过来，我就开枪了。我可不想伤害你们，我要想除掉你们，我这一梭子打过去，早把你们打发掉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说，你呢？请你先回答我。你算什么东西？ 你怎么那么相信他？玉香，这回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吧？哼，你还说只是穿着越南军装的中国人？中国人有这样对待解放军的吗？解放军？你是哪个部队的？边防团的。你呢？侦察大队的。你怎么进老林了？迷路了。你呢？ 当然也是迷路了，我总不能跑到林子里来串姑娘吧？老林里有这么漂亮的姑娘，串串也是可以的嘛。呸！我的解放军同志，你的枪呢？丢了。哎，你怎么管那么快？一个军人。 随便把枪丢了，你唬得了谁？你一定是当了越军的俘虏。你胡说！你可以拿出证明你是解放军的证据吗？那你能拿出来吗？我当了多年侦察员，什么事唬得了我？你说不说？不说我就开枪了。你再打他，我就向你开枪。 好吧，刚才算我态度不好，请你原谅。那我就告诉你们吧。前天我带着一个排去八五零高地搜索，我掉了队，被越军俘虏了。他们缴了我的枪，把我关进山洞里。半夜我逃了出来。 我会解除了，我们三个人可得合伙战胜袁氏森林呢。我们在动刀动枪的，那谁也走不出去了。对，谁也出不去，都得死在老林里。跟上啊！ 玉香，你说他是什么人呢？真叫人猜不透。从他对我的态度来看，像是自己人。可他对你那么凶，又像是个越南人。哎，干脆你把枪给我，我一定要干掉这个越南佬。哎，这可不行。哎，你要知道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安全呢。 没那么便宜，玉香，玉香，给我吧！你别，玉香，给我吧！你别，怎么回事？一条大青蛇从我脚下窜了过去，吓着我了。你那喊声啊，把我也吓着了。他脚疼，你应该多照顾他。别怪他。
刚才他掉在后边了。玉香，来，我背你走。啊，不，我可以走。呸！艾冰，听着，我看那个中国姑娘挺喜欢你的，你背她走。中国姑娘？你是什么人呢？那还用问吗？玉香，你在后边慢慢走吧，我到前面开路去了，走不动啊，喊我一声啊。哎，好吧。哎，玉香，来，我来扶你走。不，我自己能走。哎，玉香，你真好。以后不许胡来。我对他太怀疑了。他怀疑你，你怀疑他，怎么得了？你来谈谈，究竟哪个不可靠呢？我看你们都有点来路不明。怎么？你连我都不相信了，相信也不相信。玉香，哎，你们往这边走啊。哎，玉香，你看见了吧？这小子准是个越南兵，他不但想抓我呀，而且还要连你一块儿抓呢。别乱猜疑了。哎，玉香，哎，这边有水，有宽敞，过来歇歇吧。哎，来了，小心。算了，你们走吧，别管我了。哎，瞧你说的，这么漂亮的姑娘哪能扔下不管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去你的。他的脚疼，不能再走了，你给他找点草药敷一敷啊，要不然会残废的。啊，残废。玉香，你别着急，我会给你找草药的。玉香，我去。你去啊，那你去吧。这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去。玉香，我去，还是我去吧。哎，带上刀。好。你刚才对艾比太凶了，你不该向他开枪。我不过是吓唬吓唬他。不然他怎么呢？把当俘虏的事说出来呢？他和你走了一路，不是半句真情也没有透露吗？他不是说真话了吗？我看呐，靠不住。我是担心，怕相互伤害了自己人。我现在还怀疑他，并没有把全部真情告诉我们。为什么要把真情全部告诉你？你这身打扮，躲还躲不赢呢。哈哈，你很坦率，行啊，你可以完全相信我。不过，你也不要完全相信他。玉香，我跟你说，一路上我可以保证不伤害他。不过，你能保证他一路上不伤害我吗？啊？我？我是他什么人？我怎么能为他担保？好，那我提醒你，你的枪任何时候不要交给他。可以。如果我发现他手里有枪，我会立即向他开枪。你太野蛮了。这森林里也还没有离开战区，我不能麻痹。好吧，我不会把枪交给任何人的。不过，你如果在他赤手空拳的时候向他开枪，我也会把你打死的。你太袒护他了吧？我也不能麻痹。哼，如果你真的是越南兵，我怎么能让你打死我们的人呢？玉香，艾炳不会出事吧？
我去看看。哎，玉香，玉香，你去哪儿去？总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上我去。你千万不要乱走啊！一定要等我们回来。哎，这里边有压缩饼干，你饿了的话，你自己拿来吃啊。你真是太好了，没想到越南兵里也有你这样的好人。咱们是同志家兄弟嘛。好，我走了。哎，回来。怎么？不准你跟艾炳达起来。 这很好嘛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你看见了吧？那小子准是个越南佬，他不但想抓我，而且还要连你一块抓了。我干了多年侦查员，什么事哄得了我？你说不说？不说我开枪了。玉香，干脆你把枪给我，我一定要干到这个越南佬。 姑娘，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找你来了，怕野兽把你吃了。没事儿，我这儿有刀呢。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和野兽干了一架。你找的草药呢？这不是吗？ 咱们快点给玉香敷一敷，啊！哎，回来，这边。对。玉香，玉香，哎，到哪儿去了？ 玉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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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怎么走了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哎，咱俩分头去找吧。啊，不要动。 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让你跟我走？你是越南佬？不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原来是自己人呢，何必这样呢？少啰嗦，跟我走。 干翻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他还活着。你的能耐到哪儿去了？雨香，你会后悔的。他是敌人。 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抵赖？妈的，你还猖狂！你是哪个特务队派来的？呸！
叫你知道我的厉害。是哪个特工队派来的？嘿，说说，说说，到底说说。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我承认，我是特工队的。你是哪个部队的？316A师的。哪个团？第几营？第几连？148团，2营2连。团长、连长是谁？团长阮文明大尉，连长阮光中上尉。阮文明是哪个民族？京族。他为什么能当上团长？战功很多，1976年1月德国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。你们现在部队住在哪里？原来在西贡以北作战，现在转移到平陆地区。好，现在一切都明白了。现在该枪毙你了。玉香，你别管我！玉香，你不能这样！你别管我！玉香，你别管我！玉香，你玉香，慢，你不能杀他！你怎么也保护起他来了？留他有用处。带我去审问，还可以得到许多军事情报呢。真比孔雀公主还美。玉香，啊，玉香，走出喇林之后，我天天在你竹楼下唱歌。越南人看见，他是咱们的俘虏吗？艾萍，这回你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抓了一个活的。是啊是啊，哎，玉香，嗯，咱们过了幽宗林呢，就是出了老林了。嗯，咱们翻过前面的山梁，再穿过一片树林，就看见小凉河了。
我们终于胜利了。是啊。走。你先压着他走，我就来。好。站住！你是想把我们领到越南那边去，是不是？混蛋！别做戏了！我命令你马上放开我！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还被我殴打捆绑，这是犯罪行为！你胡说些什么？难道不想活了？你别装蒜了。知道你是我们网子部队的特工，任务没完成，被中国军队俘虏了，后来跑出来。在老林里，我几次和你谈话，暗示你和我合作，你不理会。一心迷恋那个中国姑娘，我是真不懂啊，你这是什么用心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武亭上尉，代号太原707。怎么，没听说过？听说过，不过口说无凭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拆开我左脚的鞋带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怎么能早说？你是个曾经被解放军俘虏过的人，而且在老林里和一个顽固的中国女民兵打得火热。考验观察你，上尉，上尉，实在是误会。我能体谅你殴打长官，这表现了你的忠诚。回去以后，我要请阮文明团长把你忠于职守的情况向师部报告。谢谢上尉提拔。好。好啊，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从这边绕过去，抓活的。是。哎！去！坏蛋！你们这些坏蛋！坏蛋！都怪我瞎了眼睛，看错了你们。姑娘，我看你的眼睛是有点毛病。顽固得很呐，你说怎么处置？请上尉做主。嗯，我再问你，带回去。哼，你不是很喜欢他吗？不不不，我原来是想把他骗到我们那边去，交给上级处理。哦。你愿不愿意跟我们走？如果肯投降的话，我可以饶你一条性命。哼。是。玉香，只要你肯投降，到了我们那之后，咱们俩可以……呸！你们这些毒蛇，想让我当叛徒，我情愿死。算了算了，别跟他啰嗦。年纪轻轻的，还挺顽固。枪毙。立即执行。就请你给他松绑。是。
报告上尉，完成任务。把手举起来。上尉，举起来。啊，这很好嘛！我是人民解放军，咱们是自己人。玉香，你会后悔的。他是敌人。玉香，把他捆起来。哎。早就说过，咱们是自己人。同志，同志，玉香，玉香，我们终于冲出了这绿色的网，还抓住了一条狠毒的蛇。玉香，不能这样。你为什么不走？不走就打死你！我不能跟你们走。我是越南人民军特工队，怎么能投降你们呢？哼！你应该明白，这是我们中国的领土，不是我们侵犯了你们，而是你侵犯了我们。我们的俘虏政策，你们是知道的。缴械投降会受到我们的优待，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再来侵犯我国，就坚决消灭你们。